LOHAS 乐活风越吹越盛，就连大量使用天然材质的家具业也开始意识到环保永续的材质利用。2007年台北国际家具展十大展区当中，以标榜乐活风的环保家具区最受瞩目。虽然展区不大，不过在展出期间，小小展区不但吸引参观人潮买主不断，而且产品全部都是 Made in Taiwan。 我们台湾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所谓是优势，优势包括什么优势？就是成本的优势，还有空间的优势，人的价格高，空间的地房租高，在这个地方已经不适合做大的一个发展，所以它外移。但这也是一个任何产业的生命周期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现在能做什么？台湾可能先做设计出发，市场导向出发，台湾接单，大陆出货，越南出货，印尼出货。在生产成本的直接冲击下，部分台湾家具业者选择前进大陆，而跟留台湾的业者则开始积极转型，以设计塑造出精品家具。美丽再生联盟就是集合国内11家在环保、心灵、健康、科技四大面向努力的家具业者，采用来自欧美以及台湾最新研发的环保材料，将台湾的独创设计以及台湾的绿标章 Green Mark 产品进一步推上国际舞台。以天然、再生、回收素材为诉求的乐活家具，像是以台湾孟宗竹为材料制成的竹材贴皮、竹材地板，取竹子生长快速的特性，代替生长周期较长的树木，不但和木材一样具有自然纹路、上漆调色，而且是台湾独家的商品。这项美丽的产品已经让业者获得欧美、日韩、马来西亚等国厂商的支持，在台湾的销路也慢慢打开。我们要让国际市场发现说，台湾虽然没有丰富的石油、没有天然气，但是有这一片的竹林资源，我们可以运用在各式各样的居家的家具、各式各样的地板材、灯具等等等等。那我们希望从台湾出发，推广到东南亚、东北亚，甚至到纽澳，甚至最后到欧美市场，让全世界的人能够发现说，台湾这一块宝岛虽然小，但是我们的一个力量可以对地球这个环境能够尽一份最大的一个心力，这是我们公司未来的目标。标榜不含甲醛的健康板材也是乐活家具的重要诉求。传统木材接着剂大多含有甲醛成分，但甲醛家具不但有害健康，而且可能使用期间会不断释放有毒物质。因此近年各国陆续发展符合欧盟标准 E0 的零甲醛板材，虽然售价比传统板材要高出一两成，不过市场反应却比预期的要好很多。加上有业者结合国际知名艺术家的授权图案，让感觉朴拙的环保家具也有缤纷的色彩。我们将 Mala 的心灵艺术的图案，就是叫做3Power， 我们应用3Power 的图案呢，应用到我们的家具里面去。像3Power 呢，我们是代表它的活力跟生命力，将 Mala 的这种所谓的太阳的能量，将它的色彩跟我们利用E0的柜子的甲醇，它是不含甲醇的，对人体是没有害的，将这些两个的功能应用到我们的家具，所以我们称它叫做乐活的家具。这是我们在我们的家居里面的产线的部分。那像说在我们的沙发家居里面的沙发，我们是将我们的环保材料，是一些宝特瓶的回收的一些布料，应用我们心灵艺术的画作，应用到它的家饰部，也然后把它做成一些沙发组，让人家家里呢回到家的时候呢都能够心情非常的愉快，而且能够很稳定他的心情。这就是我们所开发的沙发跟家具的部分。将环保理念行动化，美丽再生联盟的推动者顾卓雄，身为国内环保产业先驱，不但鼓吹使用环保家具，更将环保作为促进各种产业发展的触媒，像是手机壳回收的家具建材、宝特瓶回收加工制造的人造布、人造皮革，在英国已经获得女童军采购，更获得英国第一大百货连锁业 Mark & Spencer 认同，大量采购制作员工制服。这让我全身的生命灵魂都愿意来投入。哎，我觉得这件事情倒不是说只是我们不能做，如果我们感动很多人，
那么我想我们这个台湾的技术或者世界市场的话，就会形成了一个共识，爱地球。那么这个爱地球一家可能是大家都想的，一年多的时间，那么我们让最高的玛莎的这个技术最高的总监非常感动，过了几个月说你们让我们觉得开了眼界。那他们就是决定呢，为什么不用你们这样的技术把我们公司的这个环保的形象打出来呢？他们的 CEO Mr. Rose 向全世界宣布的时候，就拿了我们做的这个一件他们的男生的夹克向全世界宣布，本公司从现在开始要成为一个 green company。 顾卓雄认为，台湾成熟的资源回收环境加上这些中小企业研发的技术基础和成果，就是台湾推动环保相关产业的最佳利基。除了梦中族、零甲醛板材之外，台湾在机械模具、塑胶制造的技术以及发展也是世界排名一等一。因此结合这样的技术优势以及台湾近年来崛起的设计研发能力，环保家具未来不但能够成为值得台湾骄傲的产业，它的毛利甚至还要比笔记型电脑要高。台湾是研发，比如说台湾我们今天木质家具哪有木材，没木材，铝合金金属配件非常好，为什么？模具好。虽然我们的塑胶仰靠了外，可是塑胶业台湾是非常尖端，因为塑胶机器非常好。所以我们有台湾的优势，我们的机械、我们的研发、我们的配方还有我们的管理，那么这是我们台湾的家具仍然现在以台商，不是本岛，以台商的这个来算的国际化中还是世界第一。根据海关进出口统计，1995年度台湾出口家具产品达到12.5亿美元，进口方面则约4.05亿美元。台湾家具的新竞争力在21世纪已经不再是以价取胜的便宜货，而是要往更高创意的、精致的、整合的复合性产品，甚至有自己的品牌及服务力。美丽再生联盟以台湾优良的天然材料、复合材料、回收材料为主的产品发展系列，从一个维护地球美丽生命的捍卫者角度来推广绿色家具，不求大数量，但求多变化、弹性化与客制化，打出 Made in Taiwan 为地球的永续贡献一己心力。美丽再生就从台湾的环保家具开始。